大家好，我是博安，又来到 Minecraft。我们今天要来干嘛呢？有看上集的观众应该知道，跑酷。对，就是跑酷。我恨跑酷，我上次跑了多久，应该没有人知道吧？哎，天哪！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跑吧。Three, two, one, ready, go, go.自己慢慢走，不想再死掉。这里真的有够难跳，这是我觉得最难跳的地方。你要小心啊！在骗我对吧？骗我对吧？我不必要，为什么我不要我？拜托，拜托。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然后接下来去哪里？哦，那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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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吓到失智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我真的是很惨呢。好不容易过来，那我现在要在这边爬嘞。他还在啊！尼玛，让我变神！尼玛，让我成神吧！天哪，不行，我们要有永不放弃的精神。虽然你们有看上一集的观众就知道，上一集我到底是怎么过来的。没看上你的观众肯定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。啊，这游戏很不道德哎！年轻人啊，不讲武德啊！可恶，差一点点。Nice. 人不能贪呐、我就是太贪了，所以才没办法。我拜托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我要飞过去，我也想飞向宇宙浩瀚无垠啊！啊，好烦哦！哀怨呐、就死也不肯让我作弊是吗？可恶！我要努力，我们要自己努力上去。我刚才在说什么努力，办得到吗？加油喽！我们要加油喽！
这叫我刚不把握机会，然后可以飞过去，然后偏偏不飞。我到底在做什么？刚跟我跑的人不知道现在跑到哪里了。飞上来了，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。接下来慢慢走。啊，好不容易过来这边就已经六分，就已经五分钟了。拜托，不。加油！啊！你知道我发现什么事吗？我刚刚才发现，其实我刚好像是创造，其实可以偷偷飞过去。哦哟！各位观众，刚刚经过一些折腾，我已经忘记我刚其实还在，我都忘记我刚已经按暂停了。啊！现在我终于到这边了。等一下，存档点呢？先找存档点，没有存档点我活不了。存档点在哪里？不要跟我说没有存档点，是。怎么是失误啊？算了，没差。这里面是什么？宝藏吗？然后不重要，我们要总之就是要跑完这个。这个难道是要跳哪里啊？这里是这里吗？奇怪了。这里啦。哦哟。我跑，太累了，完全跑不了。你不要退出。这声音乐啊。不会有版权吧？我不要这个音乐。好，迫不得已，我只能把声音关掉。这谁是音乐啊？希望不会被ban。这个跑酷的我接下来我不会再做后续了，大家拜拜。之后我就会找我的弟弟来拍之类的，那么大家拜拜。我怕被背。